DMG 又有新搞作啦！你日嘅发布会咧就宣布两样重要嘅事情，到底系咩？一齐去睇下。今日咧就系星岛 A1 吓，咁啊一个咧全新改节目吓，咁啊数数手指咧都接近有六年啦，冇咁大规模嘅即系转呢一个节目噶啦。对上一次咧就应该系吓即系加盟，即系请到阿辉哥啊、碧咸加盟啦，开发呢个早晨节目嘅时候咧，先有咁大规模嘅改变嘅。但系今日发布会除咗系呢一个星岛 A1 转节目啦，欢迎阿潘 Sir 加盟我哋吓，风再起时啦，亦都系热烈咁欢迎咧阿魏以清小姐咧3年多以嚟啊，重归呢个点点心意、点点情嘅怀抱之外，最重要咧，亦都系星岛头条啊！咁我哋呢本杂志咧，亦都推出咗年几以嚟咧，就全新改版。今次咧，我哋会用60磅嘅粉纸啊，真系全粉纸印刷，由封面到封底。咁啊，我自己觉得好靓啦。无论系广告客户啊，或者读者咧，都会睇得好舒服嘅。风再起时，劲唔劲啊？劲咧，记得捧场啊！有一個環節，我相信多倫多歷來電台是沒有人做過的，這個叫做廣播事件簿，將我過去27年在這個廣播行業裡面那些鮮為人知、那些秘密全部爆曬出來，包括我為何轉台。其實呢都是做以前那些事啦，因為啲人啱聽嘛，咁都會講下故事啦，分享下啲文章啦。咁因為依家咧個時間長咗咧，我諗我會有機會翻電台啦，即係聽啲電話，直頭咧同啲朋友咧做點唱啊，傾下偈啊，咁就會做一啲近距離嘅接觸咯。牛王解讀院4點先會聽到噔噔啦噔噔，牛王牛王解讀院，冇錯，係4點後開始嘅，跟住去到幾點啊？去到6點。咁你喂少咗半個鐘喎，點搞啊？咁樣更加濃縮咯。你唔知濃縮嘅嘢更加好嘅咩？咁啊，亦都咧加插咗好多唔同嘅環節嘅。咁其中咧每一日咧都有啲唔同嘅話題，又講下動物啦，又講下人體啦，又講下靈異嘅嘢啦，又講下呢、這個即係啲常識啊咁樣。咁總之咧換然一身，不過咧換湯唔換藥嘅都係嗰味啦嚇。咁、希望咧大家繼續多多支持 A1 早晨咧，係變得更加純粹啦，同埋變得更加精華版嘅。因為咧我哋原本係7點至10點噶嘛，咁啊即將咧會剩翻我同輝哥咧，我哋就會好珍惜7點至9點之間嘅時間咧，同大家分享一啲生活有用嘅資訊啦，繼續做我哋社區平台嘅使命啦，同埋最緊要嘅就係每一日咧有啲咩新聞大事，大家翻工翻學之前要知道嘅，我哋一定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啊，我哋 A1 早晨咧當然都唔會執輸啦，亦都會加強我哋裏邊內容節目更加豐富、更加精彩，同埋咧更加多第一手的資料咧，係帶俾大家，所以記住要扭開 FM 91.9。嗱，我而家話俾大家聽，有一個強勁嘅嘉賓加入我有共成康翠瑩，係前副總警司，佢已經係退休咗，所以佢會爆料究竟警隊喺我哋呢個嘅即係社區裏邊點樣 serve and protect 我哋嘅市民，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知嘅。我同子晴咧就會喺早上9點至10點咧，為你主持一個全新嘅節目，叫做《早晨樂活派》。咁呢個節目咧，其實主要咧都會係每一日希望咧發放多啲嘅正能量，亦都同大家咧分享一啲lifestyle 啦、時尚有關嘅資訊咁樣嘅。咁啊，至於開心三口組又唔係走咗喎，我哋咧只係搬咗嚟禮拜六嘅啫。超越頭條，解構新聞大事，係嚟緊時事焦點呢個節目嘅目標。因為今時今日咧就好多標題黨啦，咁所以希望咧透過個節目，如果複雜嘅話，就可以解釋下個來龍去脈；如果係有多角度具爭議嘅話，就提供唔同嘅分析。咁希望咧可以令到聽眾自己都去建立佢哋自己獨特嘅睇法。那我的都市好聲音會轉到 FM 91.9頻道，在上午的10點到11點播出。这是一档新闻资讯类的节目，在星期六的下午4點到5點呢，还有一档脱口秀飞跃秀，是由我和月荣共同主持的。两档节目的风格呢是迥然不同的，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和关注我们的国语节目，谢谢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6點半到7點，大家都可以在空中和我相聚，希望呢我们每天可以给大家带来都市的脉动和变化，谢谢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加入咗呢个叫开心鲤鱼门啦，就系由逢星期1至5下昼1點至2點嘅。
冇錯，咁每一日咧，我哋都會分享好多開心嘅資訊啦，將開心咧推到更高嘅境界。咁就每日會將啲衣食住行玩嘅一啲嘅 information 啊，同埋我哋一啲嘅所見所聞啊，或者一啲知識啊，去分享俾我哋嘅聽眾嘅。我嘅節目咧就係星期六下晝3:00-4:00咧，就叫做兒童樂園。咁其實咧就係可兒我同你一齊咧去 enjoy 一個千奇百趣嘅樂園。每個禮拜聽電台之外咧，我都會加多好多YouTube 啊，又或者畫面上面嘅元素，等整個效果咧更加即係完全啊。咁事關去旅行啦，咁啊最主要都係希望帶到大家去親歷其境。咁我把口喺度啦，咁啊加埋畫面咧，咁我希望咧俾到一個完全嘅 scenario， 即係個完全嘅靚人靚景送上俾大家。大家記得留意啦，支持我哋 A1 嘅車天車地，仍然喺星期六，但係咧我哋就搬咗少少時間喎，喺1:09-2:00啦。就在三首組的時段裏面，不要忘記星期六繼續有 CCUE 生活館這個節目啊，將會由我草報紙拍著依依胡杏林一起主持的。我會繼續用 CCUE 主持和記者這個身份出去做很多採訪，然後將幕後的故事鮮為人知的告訴大家。930新陣營繼續留意著我們星島 A1 中文電台，繼續支持 STMG 啊。我同STMG 都合作咗好多年啦，咁其實佢哋真係好好嘅，又照顧啲客户啦，咁又可以幫我哋譬如 customize 度身做一啲套餐啦，咁所以其實合作得好開心。STMG 全新嘅節目，咁啊，我哋一直會繼續支持呢、這個。我哋嘅 A1 頭條又好，或者我哋叫 STMG， 永遠都會支持佢哋嘅。點解我咁支持領導？好多人可能亦都知道啦，我其實有另外一個身份叫小龜。小龜同 CCUE 同星島一路個淵源都好深，甚至係 EDGEN 我都有參與過。星島傳媒集團有啲咩嘢，我點都會支持嘅 support。過去咁多年以嚟啦，我哋一直係咁支持 A1 啦，所有嘅 DJ 好好啦，變成好朋友啦，同埋佢哋嘅度嘅橋啦，好 creative 啦，好開心啦，可以同佢哋合作，係會繼續一直支持佢哋嘅。